本届互联盛典，张翰将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风格，挑战网络人气歌曲《好想你》。一向给人霸道总裁即视感的张翰，表演如此可爱的歌曲，给人形成了一种反差萌。当然，张翰这一回不是一人孤军奋战，他还将携手翰家族的郭子谦、池宁宁以及张雅梅一块儿献唱。即使是神曲，但是帅哥美女的搭配也让这个舞台十分养眼。为配合晚会《你的生活已上线》的互联网科技主题，张翰和翰家族将通过网络跨时空与万人同唱。晚会现场，张翰还将作为颁奖嘉宾登场，登场方式值得期待。